就是说来装病，然后只是为了要看你这样。我有遇过比较特殊的病人，就是可能从这个医院跟到那个医院的异性病患，然后每次来都是询问同样的肛门的问题，然后事实上肛门没有什么疾病这样。嗯，对，要问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，就觉得蛮像肠子，真的就是对肠子、对胃肠道觉得。胃肠对我很有吸引力。